OK， 今天玩这个大侠哦，有个耐玩的哟。哎呦喂，这也是一个大侠手游，不，也是一个放置手游吧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这样子啊？来来来，这十张一张。没有。不然你会不会停留在说爱我的一天，可念念想人如果等一分钟或是下一分钟感动你想我的一天等一下哦。哎，对啊，继续抽好不好，各位？啊你啊喂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这个手游了哦。他的角色真的很帅。哎呀，因为我们突然多很多元宝，想说都把它抽一抽这样子哦。段王爷耶！哎呀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游戏会那么热门了。哎，真的不得了啊！啊，你们不能换位置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他们不能换位置？啊，我问你，太耐玩了吧？哎呦喂，为什么要那么耐玩？这个干嘛？啊，省心一下。所以就这样子嘛。你们先看哦哟，这跑什么啦？你们先看一下段王爷啊。哦哟，还在跑哎！现在实战一场哈，好耐玩哦，怎么办哦？这到底是谁发明的手游啊？也不过最近挂机手游真的是整个大爆红哎，好多挂机手游，好多人在玩哦。啊！我差点给按下去。哦哟，好乱哦！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啊，所以这也是点三次这样，人家可以永久加成呢。哎，我什么时候又 B 四了？好啦，其实这个手游就是那么耐玩啦。我不讲太多，进场给我一下。你们就十万我可以吗？真的假的啦？欸，所以我们现在战力高于十万，越来越佩服这个手游了。你看，哎呀，不得了啊！然后你看哦，这边有没有？然后你看。这个就是这个可以永久加成属性，哦哟，真的是有点上瘾哦，怎么会那么好玩呀？然后这边还有那个，对，你就一直把它通关下去。